我感觉就被叫办公室的感觉，教导主任是吧？去教导的办公室的门就是开那个教导主任的门。天老师好可怕！那个表情，那个表情就是太错了，那表情说啥？那要咱们打分吗？这就打分了。如果演喜剧，下面坐100个李成儒老师，不用演，心里破防了，不演了，就梗在李成儒老师那个。过这个不多，觉得你戏能有多好？就是看有几个李成儒老师笑了，那很难啊，很可怕。看几个十七的，一会儿好好给你们叫两，那是大话。怎么叫的？我现在脑子一片。实在不行就是，哎呀，抱歉，我那个因为演技来卖那种，我反应慢啊，让我想想，就这么讲。其实演技来发言，抱歉。挂专家门诊的感觉，给我给了个总结。我的妈呀！吓死！挺轻松的，看见是吗？没事，就是脸红了，是吗？很明显吗？